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参加和收看这个瑜伽节目。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瑜伽这门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身心锻炼方法，在这个现代世界中是非常有用、非常合适的。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了，也就是说，生活的节奏看来也加快了。这点有它积极方面的好处，但也倾向于做成一些消极方面的副作用，例如紧张、压力和焦虑增加了。为了赶上快速前进的社会步伐，人的思想和办事的速度就必须更灵活、更快捷，竞争也更加强烈了。接着，紧张和压力因为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物质生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好的。但是除非一个人能够控制住他的紧张和压力，或者不让他恶化起来，否则的话就会给他带来各种问题，例如头疼、心脏病、消化不良、失眠、酗酒等等。通过经常练瑜伽，包括练瑜伽姿势、呼吸功法和瑜伽冥想，仍旧能把自己的紧张、压力控制下来。这样，他就能够在一个步伐快速的社会里生活，而且还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步伐快速、工作效率高的人，但又不会成为紧张与压力这些是副作用的受害者。这当然不仅对他本人有好处，而且对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在西方社会，紧张和焦虑在经济和社会上所索取的代价大得惊人。比方说，在美国，光是个人的压力和紧张问题，就使美国每年损失好几亿万美元。生产时间被浪费了，意外事故不断地发生，健康问题和医务的费用都增加了。因此，修炼瑜伽对个人或者对社会整体都肯定是非常有益的。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瑜伽呼吸功，它是一种瑜伽冥想前预备功法，同时本身也是一个瑜伽冥想功。现在我们先做几个瑜伽姿势，请两脚并拢地站起，我们做增强精力呼吸功。慢慢地吸气，两臂从左右的两边举起，举高过头，两个掌心合起，一边呼气一边分开两个掌心，放下两臂直到和地面平行，掌心向下，保持姿势的时候屏气不吸。一边吸气一边反转手掌，向上伸展两臂，两手在头上合起，保持姿势的时候屏着气。一边呼气一边放下两臂和地面平行，如果不能屏着气就轻轻地呼吸。这功法促进深呼吸，一边吸气一边举起两臂，两手在头上合起，屏气不呼，或者做轻轻的呼吸。分开两手，一边呼气一边放下两臂，让两臂垂下。接着我们做战士伸展功，两脚大大的分开，右脚向右转90度，左脚也向右转15到20度，一个手抓着另一个手，抬在胸前，呼气，同时向右弯右吸，左腿也跟着向右伸展，正常的呼吸，眼睛向前看，尽量伸直左膝盖。这功法除了强壮大腿，也放松髋部，使腰部结实起来。吸气，同时伸直右膝，
现在左脚向左转90度，右脚也向左转15到20度。呼气，同时向左，弯左膝，直到左小腿垂直于地面。右腿也自然地向左方伸展，正常的呼吸。眼睛向前看，背保持伸直，尽量伸直右膝盖。吸气，同时伸直左膝盖，让两脚并拢起来，放下两臂，回到直立的姿势。请仰卧，我们做简易船弓，两脚并拢，掌心向下，一边吸气，一边先抬起头，再抬起两脚，头和两脚离地约8寸，保持姿势的时候屏着气，一边呼气，一边轻轻地放下头和两脚，我们重做几次。一边吸气，一边先抬起头，然后再抬起两脚，离地约8寸。这样做的时候可以伸直脚趾头。一边呼气，一边放下头和两脚，放松全身。这功法按摩和收缩腹部和腹部器官，改善消化功能。抬起了头和脚的时候，体会腹部的收缩感觉，其实肩膀和小腿都离地的。现在呼气，同时轻轻地放下头和两脚。慢慢地吸气，同时先抬起头，再抬起两脚，保持姿势的时候屏着气，或者轻轻的呼吸也行。慢慢的呼气，同时放低头和两脚，闭着眼睛放松全身。现在请弯曲两膝，两手放在大腿的后边，呼气，身子向前仰，成为坐着的姿势。下面我们做束脚弓，两腿伸直，两个膝盖向左右两边弯曲，两脚脚掌合拢，两手手指相交，抱着10个脚趾头，一边呼气，一边弯下身子，让前额落在手上。正常的呼吸，两个肘部现在是贴着地的。这功法增加流向下半背部、腹部和骨盆的血液供应，也补养肾脏、前列腺和膀胱的健康。一边吸气，一边伸直身子，现在两手抓着脚腕子，尽量把脚跟移进两腿分叉处。两手手指相交，包着脚趾头，一边呼气，一边弯下身子，脊梁骨同时向前伸，慢慢地低下头，让前额碰地。正常的呼吸，如果身体比较僵硬，前额碰不到地，那就别勉强自己，以免扭伤了肌肉。你把脊梁骨向前伸，头尽量放低就行了，也是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的。体会两条大腿内侧的强烈伸展感觉。慢慢的吸气，脊梁骨向前伸，同时伸直身子，放开两手，伸直两腿，闭着眼睛的放松一会儿。请站起来，我们做弯腰三角弓，两脚稍微向外举得分开，和肩同宽，两臂向左右两边平伸，一边呼气，一边从髋部起向前弯身，让背部和地面平行，头稍微向后弯，眼睛向前看。吸气，以腰部起，上身转向左边，右手抓着左脚，左臂向上伸直，头转向了左边，
掌心指向左，眼睛看着左手臂，做轻轻的呼吸。吸气，上身转向右边，左臂放下，左手抓着右脚，头也转向右边，右臂举高，右手掌心指向右边，眼睛看着右手臂，轻轻的呼吸，体会上身右边的伸展感。一边吸气，一边再把上身转向左边，右臂放低，右手抓着左脚，左臂举高，头也转向了左边，眼睛看着左手臂，体会上身左边的伸展感。这功法按摩和兴奋脊梁骨神经，背部肌肉得到伸展，使整个神经系统受益。这姿势也按摩腹部器官，改进消化和排泄功能。慢慢的吸气，把上身的头部转回中间，两臂和地面平行，头向后弯，眼睛向前看。一边吸气，一边伸直身子，回到直立的姿势，两臂垂在身旁，闭着眼睛的放松整个背部和脖子。请仰卧，我们做下半身和头部摇摆功。两臂分别在左右两边伸直，和肩膀成直线。自己检查一下两臂是否伸直，掌心应该向下。现在两腿弯伸，让大腿尽量贴近腹部。把弯着的两腿摆向右边，头同时轻轻地摆向左边。眼睛看着左手，右腿尽量挨近地面。现在把弯着的腿从右边摆到左边，头从左边摆到右边，头和腿的动作是同时发生的，让左腿尽量挨近地面，眼睛看着右手，体会背和髋部的右边，脖子的左边的伸展感。弯着的腿摆到右边，头摆到左边，这一次尽量把膝盖挨进嘎子窝，右腿靠近地面。这样做的时候，不要让两臂或者肩膀抬起，眼睛看着左手，弯着的两腿摆向左边，头同时摆向右边，尽量让两个膝盖挨进嘎子窝，眼睛看着右手，把弯着的两手摆向中间，头也回到了中间，慢慢地伸直两腿，放回地上。现在弯曲两膝，两手放在大腿的后边，呼气，身子向前摇，成为坐着的姿势。下面我们做喉咙按摩功，请按一种瑜伽坐功，端正地坐好，保持肩膀不动，一边呼气，一边把头从下颚向前伸出去。现在脖子上，特别是脖子背面的肌肉都紧张起来。一边吸气，一边把头收回中间，然后立即把下巴紧紧地抵压着脖子，使下巴形成了双下巴或者三层下巴。慢慢地伸直头部，慢慢地呼气，同时从下颚把头伸出去。这功法除了按摩喉咙，还锻炼脖子的肌肉。一边吸气，
一边把头收回中间，低下头，让下巴抵押喉咙和脖子，做成了双层或者三层下巴。头慢慢的伸直，尽量放松喉咙和脖子。这功法强壮喉咙和甲状腺，消除颚部积累起来的紧张。凭着经常练习瑜伽冥想，你就能够得到减少紧张、压力、克服焦虑、担忧等等。这一点，当然了，就是古老的瑜伽练习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也这样流行的原因。人们都想有健康的身体和平静安宁的心，这是很自然的事。瑜伽冥想种类繁多，最有权威和最流行的是瑜伽语音冥想。任何人，不分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职业等等，都可以很容易地修炼这种冥想方法。其实，你今天就可以和我在这儿一起做。下面先介绍瑜伽语音冥想的一些基本原理。首先，这种功法的中心是反复诵念从不可追忆的远古时代由瑜伽师传授给弟子的一些特定的古代瑜伽语音。这些瑜伽语音通常是用出生念和心里默念的方法来做的。第二，做的人应该一面听这些语音，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语音上。换言之，当他或者别人在念这些语音的时候，他就要很仔细地听听这些语音，这些心不至于在各种各样思想、忧虑等等之间游移不定。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语音上并不是强迫性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松动的注意。用这种方法做，你不会因为发现自己的心离开了瑜伽语音而烦恼，你只要轻轻地把注意力引回来就行了。第三，在瑜伽冥想中，修炼者永远不适合仅止思想的活动，或者是脑子变成一片空白的。至于瑜伽的道理，这样的尝试只会导致懊恼失意。第四，保持清醒的，不要睡着了。第五，当你出声的念瑜伽语音的时候，要非常仔细而且留心的倾听这些瑜伽语音。就是说，你不要把语音说得太轻，不然的话你自己也听不到了。第六，不要管这语音的声调或者语调，也不要管念的声音好不好听。换句话说，不要计较自己声音的质量。瑜伽语音冥想有时是和呼吸配合着做的，有时就不配合。今天我们要和呼吸配合着做，请按照一种瑜伽坐功端正地坐好，或者如果你不方便坐在地下的话，也可以坐在一张只靠背的椅子上或者长板凳上，两脚平放在地板上，两手掌心放在大腿或者膝盖上，背和头部都要伸直端正，半闭着眼睛，体会全身在放松，但头脑是清醒的。现在请注意自己的呼吸，做深长而缓慢的呼吸，但不要费劲。每次吸气，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自觉到我在吸气。每次呼气，也对自己说，我自觉到我在呼气。仔细地意识着自己的一呼一吸。每次吸气，体会活力和精力进入身体。每次呼气，体会紧张和压力消失了。
现在，请继续做均匀缓慢的呼吸，但不要再意锁自己的呼吸。让我们做瑜伽语音冥想。首先，请仔细地听我念的语音。嗡哈咪嗡。让我再念一遍，这个瑜伽语音，请仔细地听。嗡哈咪嗡。现在瑜伽语音冥想就是这样做的，深深地吸气，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出声念嗡哈咪嗡，深深地吸气，呼气念嗡哈咪嗡，吸气，呼气念嗡哈咪嗡，吸气，呼气念嗡哈咪嗡，吸气，呼气念嗡哈咪嗡。现在在每一次吸气的过程里，都在心里默念同一则语音，于是每次呼气都出声念嗡哈咪嗡。每次吸气都在心里默念嗡哈咪呼气，出声念嗡哈咪嗡，吸气，心里默念呼气，出声念嗡吸气，默念呼气，出声念嗡哈咪嗡。
Oh.